就是做黑的，我那里头好像有黑的，那个很久吗？哎呀，风格对比较好 ，OK， 很高级，很高级手机哦，买哦，这个高级的手机，比较好，比较好。当我一路讲，讲紧长嗰时咧，一路好似有啲嘢喺两边，喺咗两边涌上嚟，涌个喉咙嗰度。逼住，系啦，出嚟越有。O K， 好唔緊要，佢一路出嚟喺嗰度出嚟啫嚇。而家頭先合埋咗雙眼，就好似有少少唔同啲。唔同啲即係好啲定係強烈啲啊？即係容易出啲啊？好似個人成個身柔軟咗。柔軟咗 ，O K， 好。合埋雙眼。O K，O K， 好唔緊要嘅，因為有啲人咧合埋眼冇咁好啊，即係佢放鬆啲啊。耶穌的名釋放佢，而家你嗰種嘔嘅感覺點啊？同埋呢個谷住嗰啲感覺點樣樣啊？少咗啦。少咗。少咗。O K。呢度就將揞住。揞住，揞住。嘔嘅感覺咧？係啊。嘔嘅感覺誒，冇頭先咁多。O K。而家你覺得點啊？呢度？呢度好咗啲。係嘛？好多啲啊，同埋誒有啲。亂啊！係 ，OK。到心口呢度有有少少而家個人覺得個頭即係唔識點形容，但係好似好放鬆咗啲。放鬆咗啲。即係成個頭。成個頭放鬆啲。係啊。有冇唔舒服嘅地方？舒服舒服咗啊！反正係舒服咗，咁呢個就係應該嘅，就係鬆釋放咗咪舒服咯。耶穌嘅名，而家邊度仲有邊度谷啊？暫時冇啊，而家冇啦，即係而家鬆咗啦。鬆咗啲嘅。OK， 咁就神好。好似氣咁想谷出嚟。整完一輪又。即係祈完咗一輪，喺呢個位置有啲翳嘅感覺，係咪？就啱咁祈完到咧，就有啲翳嘅感覺。O K， 好。而家覺得點啊？嗰度想嘔嘅感覺咧？少咗。舒服好多。我聰明啦，又諗住耶穌勝過一切。又諗住耶穌赦免一切嘅罪，穌洗淨一切嘅罪，死亡嘅靈要離開，奉耶穌嘅名懼怕嘅邪靈要離開啊！奉耶穌嘅名懼怕嘅邪靈離開。而家覺得好放鬆啦，好放鬆啊！你係咪有啲開心喺裏面啊？因為有啲開心喺裏面出嚟㗎，係咪？係。啊，呢個就神帶嚟嘅，咁你又感謝耶穌啊！但係個心就有股暖流，可以散發緊出嚟。哈利路亞！哈利路亞！耶穌！哈利路亞！多謝耶穌，多謝耶穌，多謝天父，多謝天父，感謝天父，感謝天父。哈利路亞！啊！哈哈哈！哈利路亞！哦，耶穌嘅名，所有嘅。心離開曬，所有懼怕離開曬，奉耶穌嘅名，所有重擔離開曬。啊，哈利路亞！神嘅喜樂充滿我哋嘅心靈。哦，耶穌，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。第一次祈禱之後就瞓咗日幾咯，係啊，咁。第二次祈禱之後就有兩三日個睡眠都比較良好，係啊，因為我失眠咗好多年，係啊。失眠咗幾多年啦？你都差唔多有成十年。咁啊，失眠最嚴重嗰陣係點㗎？失眠最嚴重嗰陣時試過。兩三日瞓唔著㗎，
第一次祈禱之後，我諗係我呢十幾年裏邊瞓得最舒服嘅一次咯。係啊，即係完全冇任何嘅，即係好熟睡咯。即係思想上唔會有冇嘅雜念啊？個人嘅肌肉好放鬆啊！係咯，即係好個人好似進入咗一個昏迷嘅狀態，係啊，好瞓得好冧好舒服。咁第二次祈禱之後就嗰兩三日都瞓得比較常好咯，即係可以容易啲入睡。冇乜點擲醒我，一覺瞓到大天光。係啊，咁。咁頭先咧，頭先祈禱有咩經歷？頭先祈禱之後，覺得個人放鬆咗咯，即係有少少好似輕飄飄嘅感覺，即係同埋啲肌肉冇咁繃緊。咁個人開心咗，即係有啲心裏面嘅喜悦，好自然咁湧出嚟咯。係啊，即係我自己個人就好似係一啲釋放，啲負面嘅能量釋放咗，係啊，自己輕鬆咗，係啊，同埋感受到祈禱嘅威力，係啊，即係神嘅大能。咁你覺得你啲幾次經歷神咧？對於你對神的信心，你有沒有什麼改變？當然有所增強，是啊，咁我覺得人做不到的，神可以做到。讚美耶穌。是啊，即是人醫不好的病，神可以醫治。哈利路亞，榮耀歸俾主。